我们的鸡肉都是在这边解决的。哦，早起的鸟儿有虫吃。哦，你喜欢暗来的不啊？酥酥脆脆的，我觉得是大人的美食。三段半，又有卤肉饭，嗯，加又霸寿粉。霸寿粉，对。 好 Q 软哦！对，它会有一个蓬松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它不是修过短袜，它是还有美味在里头。今晚10点一起吃大麻，就在东山超市33频道。